怎么地呀？我操！我操！人家有受过训练的，你看目前为止四罚全进，而且他罚得很轻松啊，对不对？想浪费力量，又要了犯规，他们缺一个我这样抢篮板。你说紫色吗？他们只有一个中锋嘛，比较辛苦一点。有我的话能帮他保护保护，即使我不攻。嗯，但这个你就是，你这么带这个的话，你这么就是打完都要踩的。抢篮板很厉害。不是，我说这个很激烈啊，就他们动作很粗暴的，就是。是他妈打人球的，对，就是打人嘛，就是打人跟打球嘛，抢篮板应该可以。打完你要休养一个月。觉得是干扰中篮，是吗？没看清，是太远了。哦，没算，没算，没算。对对对，是干扰中篮。我看清了。对对对，干扰中篮。对。这裁判还是可以啊，对吧？这个干扰中篮还看得见的。平常那种球他几乎一定进了，但现在就是因为比较激烈的比赛嘛，压力比较大。输喽，挂喽，才差八分而已啊，这还有的打。太累了，那个中锋。一个人跑一圈。
就是战术性的嘛，把球往别人眼睛上打，想要把他打下场。哇操！我觉得他们下半场防快攻防得比较好，就黄色队现在会防快攻，上半场被快攻打太多了。哇，这个球太可惜了，花了我感觉。是是，这要再被进就真的花了。是蓝队没有，紫队没有得分方式的。他们因为上半场其实也都靠快攻嘛，他们本来就没有。靠，这个还这样投，真是无稽之谈。这个这样投不太应该。我靠，那边变这么激烈了。这黄的身体出来了吧？嗯。这球今天没有来，但是我们三分要进。什么玩意儿？这红的像鸡巴谈恋爱似的，操！这人刚进边儿，我刚看见我，我刚一下追上来了。我就看那边儿，这边花了。我靠！这个卫斯布鲁克的身手，回敬一个，哎，体力的关系，这体力下滑了，花了，哎，体能跟不上了，我觉得紫色应该是体能不行了。哦，好了，走步啊，走步了。好球啊，就抢一个两他有了打他十分全场可以全场取了三分他 全场压迫吗全场紧逼哇靠真假不逼了不逼了不逼了那十四号太会带球了逼也没有三分差了，赶快回进一个。纯扯淡你们怎么？这个太勉强。纯扯淡。太勉强。他不可能断十四号球的，这要花了，花了，花了，花了。十五分了。对，花了。没得看了。这个确实花了。没得看，然后发挥超水平实力的紫色队需要一个奇迹的，哎呀，这个不行。哎呀，他们今天这个三分不行，今天。
边这么激烈呢？啊，没想到。终于紫色队进了一个三分，12分差，6分钟，也不是没机会，但是机会不大，4个3分球，一步就给他过了，你看着啊。回进一个，哎，他们为了闪避对方的高大补防球员，就用那种比较高难度的方式。哎呦！哦，这个三分关键，关键，现在变11分差，这还有戏啊！奇迹的三分！哦哦，这个 crossover， 我靠！哎，进攻犯规了！进攻犯规，咱为什么不吹进攻犯规？这个阻挡啊！这不是该吹进攻犯规吗？这个球，那对方站在那边动都没动，他直接飞身过去把人家撞到。阻挡，我们进攻，上面三位。我觉得是吹的不太对，这不该这样吹的，而且他妈还那个还是紫色还落后。他不敢偏上，不像我们的比赛，他可以偏，不偏我们。不是，可是刚那个明明就进攻犯规嘛，就是那个人站着没动啊，就是。我觉得裁判还是偏黄的一点。裁判偏领先的队，因为呢要这个帮落后的队逆转的话，那要被骂死。三分，哎呀，没进，这个没进就没了。这比怎么跳？没戏了，这是戏耍对手而已。这进不进都无所谓。哎，这个来了，投。不行啊，他今天三分不准。体能下滑之后，大家都不行。我真敢投啊！哎，他进。嗯。进了，奇迹的三分，现在只剩9分差。哎呦我！其实差距正在缩小当中。哦，对呀。我现在发现黄色队的核心是那个14号，七分差，六分了，七分。发现黄色核心是这个14号，那很快很快。嗯，单防的话，他们没人防得住。哎，这一个犯规，哎，这表一顿走啊。不，他没停表，不是解释过，他最后一分钟才停表。这换人阵图也不行啊。什么？这换人也不停啊。对，怎么样都不停嘛。7分差。他全场紧逼，因为这没有24秒嘛。你看他们现在都耍赖了，都传球，因为没有24秒嘛，他们就都不攻了。你看，
点他们就不攻了。那么现在就是这样嘛，就因为那个没有二十四秒，所以我说是比赛这个制度还是有问题的。就没有二十四秒，他们领先七分，我这边最后三分钟我不进攻，我就一直传球。这是无赖的打法，这个。关键三分，哎呀，可惜，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再来一次。对，还七分差嘛，一分二十几秒，快犯下规啊！完了，这时间会走下去，要走到一分钟才能停掉。积分差，他这是一加一，对，要是一罚没进，就是直接抢到篮板就能攻。那边，乔乔这边四点六秒，最后四点六秒，差四分，他三分，这个进了差四分就不用打了，这没罚进还可以攻一波，四分差那就没得打了，这进了也没用啊。不，结束了，那就结束。哎，那个一罚没进，还有机会，立刻快攻过来！哇、哦，要到了犯规三罚，哎，可以看他说的，他刚说他这个关键时刻三罚都会进吗？可以看他是不是？他罚球特别准。真的罚进。这比赛有意思啊，五十二点的四分呢、啊哎、等等，哇靠，真的三罚全中，等等，一定是一发球就要犯规战术了，一发进来就要犯规战术，哇靠，没犯规直接抢到球，传的投了，关键三分、哦、太屌了，太屌了，追到只差一分，太屌了，太屌了，关键时刻拿六分啊，你看他是不是跟他说了一样，他说他关键时刻三罚不会失误的，太屌了，这个这个心脏确实强，这心脏确实强，这个都适合玩这个吗？这个心脏强不强？也强，一加对，一加一，但就算都进也是三分差嘛，也是追了回来的，这有严选，我就跟你说嘛，这个不能轻易这个，对，打追回来了，两分三分，有有了有，哎呀，这个竟然被超了、哦、但还有机会，这是一加一罚球嘛，他第一罚没进，直接抢板就可以继续。也没有好几个了。
投了两个吧，然后有一个是犯规，三分球被犯规，然后完了还这样只有九分而已啊，就不那最后犯规战术嘛，犯规然后得两分嘛，因为对方一罚没进，抢篮板就继续了。刚那个被超截有点关键，但其实是有机会的。没有啊，三分差你三十二秒，这有停表嘛？最后都是犯规抢犯规。哎，你看现在只要抢三分就行。哇靠！这怎么会这样吹呢？不是，这被人家拉了一下呀，对不对？不，他这罚没进，只差三分啊，只需要一个三分球就可以追回来。都是给那个三号罚嘛，他们三号是最信赖的，三号是他们觉得最准的人嘛，就是罚球最准的。哎，这心脏不行，这心脏不行啊。不，他们已经刻意设计让三号罚球了，三号是他们全队罚最准的，对，这是顶不住压力的问题。你看两罚还是有一中的，抢三分吗？还是抢两分？哦，二加一。牛逼了，牛逼了！这个，这简直是湘北打三王工业了。这个落后十五分，这样追回来。果然这心脏没问题，真的。他说了，关键时刻罚球他都会进啊，他关键四罚全进了。太戏剧性了，太戏剧性了！我摄像对啊，回去发上去给大家看一下。